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花色摇曳原神活动彩糖与蔷薇的幻色颂活动剧情记录更新至 10.23。 哦，看一下，哦，他有三幕，之前前瞻说好像是最后是哪一幕啊，哪一幕是在纳西达生日当天开启啊，那显然是好像27号26号来的，忘了。然后把这个节日活动小剧情先把它给做了。来，那你看，你弟，你按顺序来。花车摇曳，玩具车之王，走。哇，就是你啊，麦斯欧德。幻之王巨王，花车颠呀颠啊！听得我想看纳西达摇摆，逆险。花车历险记是吧？千朵鲜花了是吧？哎，之前是叫什么？千朵玫瑰带来的黎明，是那个标题是这么说的吗？忘了，忘了，忘了。反法接受，有一些小建议。花车的速度太慢，难题有点少。对啊，镀金女团沙漠迷宫大逃亡，什么叫逃亡是吧？啊？祖母那继承来的称号，你的祖母，一处秘境结识，在那结识了奇妙的朋友，获得了近乎无限的灵感。不会是什么那个呀，流行圣境吧？我记得牛巡圣境好像有个马戏团，马戏团那里好像是有一个人，也是一个女 NPC， 不会就是他祖母吗？嗯，啊。以后再说，还有别的事。然后看一下下一个，五天解锁。对，五天解锁。